大家好，我 Maggie 邓敏谦，欢迎收睇《非常推介》。首先，我哋一齐嚟睇下本周嘅演出节目重览先啦。今期嘅推介包括大型 3D 全息舞台剧《黄梅戏牛郎织女》、经典流传乐季闭幕音乐会。澳门管乐艺术节2013第二届优秀毕业生李美欣、李万丽独奏音乐会，陶杰小人物狂想曲2013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以及永乐戏院最新电视情报。相信牛郎织女呢个传说大家都有听讲过啦，咁就系讲述啦，佢哋因为私自相爱而触犯天规，更加被人拆散咗噶。咁想知道呢套传统嘅戏剧点样同 3D 现代科技结合嘅话，咁就要拭目以待我哋嘅 3D 舞台剧《黄梅戏牛郎织女》啦。咁佢门票已经公开发售。这部舞台剧的一些场景是需要观众戴着 3D 眼镜观看的。看 3D 电影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但是现场演出的 3D 舞台剧是什么样，却吊足了人们的胃口。从去年年初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出这部《牛郎织女》以来，很多人就惦记着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。为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，让更多年轻人能够了解我国的老艺术，珠海杨氏设计网络动画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安徽省黄梅戏剧院，用 3D 全新技术让电影胶片中沉睡了40年的牛郎和织女演绎天上人间的爱情传奇。另外，2013年后浪潮剧季的门票亦都于7月8日正式开售了。总共会为大家带来5部戏剧，包括《我不跳舞》、《夫场》、《极乐泳池》、《一屋大细逼爆房》以及《蝴蝶君》。提前购买可以享有75%优惠，而购买3套作品仲可以享有7%优惠添。咁今期继续会为大家介绍几出音乐嘅节目噶。咁今次嘅澳门中乐团音乐季都已经嚟到尾声噶啦。咁闭幕礼啦，更加系声势夺人。除咗会演出多套经典嘅曲目之外啦，更加邀得沈娜嚟担纲献唱噶。7月7日至到8月14日期间，澳门管乐艺术节将于澳门文化中心、郑家大屋、岗顶剧院、嘉务墟以及圣罗萨英文中学圣堂举行，内容主要以室内、户外以及世围景点管乐音乐会为主。澳门艺术学院第二届优秀毕业生李美欣、李万丽独奏音乐会将为大家呈现古筝同钢琴的双重视听享受。有人喜欢优雅的音乐会，亦都有人喜欢澎湃的演唱会。那陶杰的巡回演唱会在即，而他又会不会是你喜欢的那一位呢？一年是多情，一年是无情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我即将在澳门要办演唱会了。7月20日在威尼斯人 Venetian， 你一定要来看一下， check it out。 你能成了佛，你能成了魔，每个人做。另外，我哋都会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而家我哋已经放咗喺永乐戏院嘅自助售票机，佢究竟系点样使用嘅呢？最后亦都会为大家送上永乐戏院而家最新嘅影视资讯。我都同你讲过，我要早啲买飞噶啦，唔想咁闭翳。全新推出的澳门售票网自助售票机帮到你，你可以预先上网订飞，选择你喜欢的座位，然后直接在现场取飞。你都可以在现场使用自助售票机划位取票，简单快捷，一指搞定。哇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方法帮到你，免去你大排长龙的烦恼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一于试一下我们的自动售票机啦。大家准备交易，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先好拉人啊！如果我再信你讲嘢，我个王字就倒转写。喂喂，你摆明揾笨啫，倒转咪一样。警察！
我蠢？唔系你，我早就做咗警司啦。如果唔系我，你会坐到呢个位咩？咁中意你，结婚呢？嘉宾，黐线嘅你，一阵你要够狠，闹闹佢。黐。本小姐虽然系走性感路线，但系都有尊严噶。你都真系有底，阿伯功夫好，阿Sir都要走。130步，边有啊？咁喺节目嘅最后都要提提大家啦，暑假就到，如果想要过香港玩嘅话，就要记得透过澳门售票网嗰度订船飞啦。咁就唔怕去到码头先知道冇船飞卖，咁扫兴啦。咁我哋今日嘅非常推介就嚟到呢度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嘅演出资讯，就要留意我哋嘅非常推介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本节目由澳门售票网赞助播出。